天使心月刊一月号封面故事《末日无阻爱地球》，梁慧恩对于末日降临与否，仍然努力宣扬爱护环境、珍惜地球的信息，不应该随便浪费地球资源。特辑《末日已过，我们当作什么》。刚过去的末日预言已经成为泡影，但是这次的末日谎言之下，人怎样在真正的末日来临之前把握末日的出路呢？特刊《东方闪电预警》，在这个末日预言之下，沉寂多时的东方闪电一时间活跃起来，在各个教会之中迷惑信徒。我们怎样不受迷惑，防范异端呢？使命人生，李炳光牧师今年获颁银紫荆星章的李牧师，一直以来怎样扶助社会弱势社群，为他们燃点生命希望呢？天使心月刊一月号只售20元，各大书店、报摊、惠康超级市场及便利店有售。